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7号。在期指结算的前夕，大市比较波动一些，咁啊起先跌了落去，然之后而家弹翻上嚟，这个都是可以预期得到的。因为期指结算嗰阵时嘅时之中咧，始终系会多啲系异动嘅情况。咁啊，无论点都好啦。咁今日升嘅板块入边咧，都系以一个资源股，就例如金属同埋呢个矿石啦、黄金啦。同埋紙同林業啦，呢啲為煤炭啦，呢啲咪為主。咁至於係依個係汽車啦，喺呢度啦，再跟住就係依個地產啦、銀行啦，呢啲所謂同呢啲金融方面有多啲嘅股票咧，都係唔係幾好嘢啦。